前阵子，《庆余年》剧组微博官宣第二季要开拍了，而作为主演之一的张若昀转发微博，并且还发文表示，拍了拍躺在地上的小范大人，预示着范闲终于要复活了。这本来是一个好消息，毕竟时隔3年多，这部剧终于开拍了。可有一部分人却在担忧，第二季是否原班人马出演。毕竟为何3年多的时间这部剧一直没有拍摄？按理说《庆余年》第一季还是非常火爆的，主创团队也因为这部剧得到了不少的人气，应该是趁热打铁。但没想到的是，过了足足3年多，这部剧才官宣要开拍。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要凑齐原班人马很难。这也很正常，这部剧想要分季拍就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可问题是，能否凑齐原班人马呢？这是大问题。关于这一点，剧组一直都说是原班人马出演，而且饰演王启年的田宇此前其实就有表示过第二季在筹备，而且第二季已经有一部分剧情拍出来了。至于主演张若昀更是表示，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将会一起拍，也就是说第二季第三季即将来袭。当然先上线的是第二季，第三季可能还得等。不过第二季第三季一起拍，这两季的演员肯定是一样的。至于和第一季相比是否是原班人马，那就不好说了。然而网上却传来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那就是陈道明的助理在网上表示，陈道明不会出演《庆余年2》。陈道明在《庆余年》第一季中饰演的是庆帝，戏份非常多，而且他还是全剧最大的反派，也是范闲的生父。大东山之战，还有陈萍萍刺杀庆帝，范闲为母复仇，各种名场面将会是这个角色的高光时刻。然而他却辞演了，令人意难平。要知道陈道明在第一季中的演技是非常得到观众认可的，而且他在第一季中也收获了许多的人气，这样一个老戏骨不出演第二季，观众自然难以接受。他是因为档期无法出演还是别的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观众们希望的是助理说错了，但这可能性不大。然而令人更为担忧的是，别的老戏骨不能出演这第二季，除了陈道明不出演第二季之外，陈萍萍的饰演者吴刚也有传言因为档期的原因或可能没有参演第二季。这个消息若是为真，那么这部剧两个重要的角色都换人了，绝对令人意难平。当然这无关乎演员，只能说拖太久了。若是趁热打铁把所有剧情都拍好，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说无奈，而且除了两位老戏骨或不出演之外，林婉儿、严冰云等考虑成本，剧组或许也会换人。庆余年这么火的 CP 如此，只能说败在了时间上。若是早早开拍，不会有如此局面。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庆余年2》路透持续发酵，张若昀热度封顶，走心言论吊足观众胃口。距离第一部《庆余年》完结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万众期待之下，官方终于发布了第二季的概念海报，并且明确表示第二季即将开机，提前与观众预定跟小范大人一起再探江湖庙堂。别看第一部已经结束了整整3年的时间，但影迷一直都在期待后续作品的上线，可见《庆余年》这部剧在观众心中的地位有多高了。路透消息持续发酵，官媒发表完动态之后，没过多久，张若昀就转发了官方的这条微博，并且还配上了一句台词，直呼我拍了拍躺在地上的小范大人。简单的一句话，立马就把观众拉回到了3年前。看过这部《庆余年》的朋友应该还都有印象，第一部大结局时，张若昀饰演的范闲接到的任务是接回远在北齐卧底的严冰云，但计划没有变化快，朝堂中总有人给他穿小鞋，导致范闲不是一般的被动，而二皇子并不知道范闲接下来要采取什么行动，只能用他的恩师费介和弟弟范思哲来左右他，还特意亮出了二人的随身物品。
究竟是严冰云反水，还是费介跟范思哲有了相应对策，当时引起了很多剧粉的讨论。当众人围堵范闲时，严冰云不按套路出牌，照着范闲就是一剑。而第一部的结局直接定格在了范闲倒下来的那一刻。这也正是张若昀为什么在官宣微博中说出这句我拍了拍躺在地上的小范大人的真正原因。从某种层面来说，他的这句话让范闲重新又复活了过来，也算是前期埋下的一个小伏笔。其实早在九月份的时候，饰演长公主的李小冉就曾表示过，自己跟观众朋友一样十分期待第二季的到来。自己早早地拿到了第二部的剧本，消息一出引起了很多吃瓜群众前来围观，意味着在第二部《庆余年》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不得不说，纵观整个内娱市场，这部《庆余年》是唯一一部让书粉跟剧粉都买账的翻拍剧。基于小说本身就很优秀，只要制作方能选对演员，不要魔改剧本，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这一点导演孙浩确实做到位了，可行范围内尊重了原创小说，并没有添加任何华而不实的段落或者人设。不少书粉看完都直呼，主角团把自己心中的角色彻底给演活了。在某次采访中，张若昀透露出很多第二部开拍的消息，当着镜头的面表示，拍摄完《明龙少年》之后想要先休息一段时间。当然了，并不是说张若昀不敬业或者是摆烂偷懒，主要是想趁这段时间来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毕竟状态在线才能演好下一部剧，更何况演员入戏难出戏更难。值得一提的是，张若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主线剧情，而是自己还能否轻松驾驭范闲这个角色，面容上的改变以及心理状态成长都会跟拍摄第一季时有很大的不同。庆余年对于他而言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张若昀进入到角色当中。对于张若昀的担忧，绝大部分观众都持有肯定的态度，坚信他会跟第一部一样，继续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动。其实第二部的难点主要在于，既要避开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又要挑战更多的不可能。只有颠覆观众对范闲之前的固有认知，张若昀的演技才能牢牢抓住观众们的眼球。张若昀采访中的走心言论奠定了第二部《庆余年》的高质量，更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侧面也回答了观众们对该剧的担忧，更彰显出作为一名实力派男演员的职业态度。不同于其他流量演员，近两年来张若昀很少出现在微博热搜当中，但谁都不可否认，张若昀向来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手就是一个大招，出演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每次都能凭借自己的扎实演技圈一波路人粉，并且埋下第二季的坑。纵观整个娱乐圈，能达到这一点的男演员屈指可数，而张若昀就是其中之一。比方说《雪中悍刀行》《法医秦明》《警察荣誉》等作品，张若昀饰演的男主都留给了观众很深刻的印象。因出彩演技还被不少影迷称之为坑王，理由就是他欠观众的第二部太多了，也有人管他叫张无忌。甭看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对演员业务能力方面的一种肯定。话题越多越能说明张若昀的受热程度，除了官宣男主张若昀外，李沁、老戏骨吴刚、田雨等人也出现在豆瓣上的演员阵容中。不出意外的话，观众应该可以在第二部中继续能看到原班人马的同框画面。原因很简单，导演孙浩深知观众们想看什么，是不可能轻易随便换演员了。如果有出入的话，那肯定是某个演员的档期出了问题。不过就网友们的留言来看，大家都希望在第二部中尽量可以少一些遗憾。除了演员阵容是第二部的一大亮点，观众更关心的是主线剧情，主要还是因为第一部剧中编剧埋下了太多伏笔。这也不难理解，
原著小说本身就有很多出彩之处，要想把关键点都交代清楚，只能反复推敲，不停地打磨。如果没有清晰的逻辑，观众很难买账。就目前的节奏来看，观众心中最大的疑问就是严冰云为何会突然反水，把范闲当成了自己的仇人。尽管二人的位置不同，立场也不一样，但在这之前，严冰云已经被范闲劝说成功了。从他当时的表情就能看出，应该回到南庆之后，选择范闲站在这边。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的话，严冰云是不可能杀害范闲的。也就是说，范闲很有可能跟严冰云早就商量好了，故意上演了这么一出好戏来迷惑对方，将计就计，从而拨开谜团。与此同时，范闲的身份还成了一大谜团。在已知信息中，范闲应该是户部侍郎范建的私生子，可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还要远离京都？这点编剧在第一季中并未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后来从肖恩的话中才得知，范闲压根儿就跟范建没有血缘关系，真正父母则是叶青梅跟庆帝。庆帝之所以把他送走，就是为了让自己下好一盘大棋。得知自己真正身世的范闲后知后觉，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从小长在儋州，就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只是帝王的一颗棋子罢了。他的所作所为都在对方的计划当中。想要弄清真相的范闲决定拨开迷雾，一探究竟。这也是范闲劝说严冰云的重要原因。光靠自己一个人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把团队做大，才能完成更多不可能。总而言之，《庆余年二》看点十足，一共30集的内容能交代清楚多少伏笔，现在就下定论，还有些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导演为了拉满观众们的期待值，第二部跟第三部两季连拍，上映时间尚未确定。豆瓣还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显示第二季会2024年上线，而第三季则在2023年，时间彻底颠倒了过来。可见有时候豆瓣上的消息并不准确。不吹不黑，这部剧确实值得我们期待。不知道大家都对第二部《庆余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